女人只有情到深处时才会有这五种行为。女人大多数都是感性而敏感的，在爱情里，女人会不顾一切的去爱，甚至失去了自我，肯为你奉献一切，全身心的为男人着想。而她们只有情到深处时才会有这些表现。一，总是问你爱不爱我，喜不喜欢我之类的话。女人问你这个问题是害怕失去你，所以想要再三确认。即便你内心不爱他，但嘴上说爱他，他也会当你是真爱他。听到你说爱的时候，他内心会喜滋滋的。二，变得极其敏感，像个神经病。你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都紧紧牵动着他的心。你的话很容易伤他，但也唯有深入他心的你，才能撩拨他的内心。事后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你的一句安抚的话就能让他破涕为笑。三，了解你所有的生活习惯，你喜欢吃什么，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，几点起床，几点睡觉，他都了如指掌，目的只为更好地照顾你的生活起居。四，恨不得24小时黏着你，爱你，希望每时每刻都能见到你，哪怕只是远远地看着你，他也愿意，一会儿见不到你就跟丢了魂似的。正所谓陪伴才是最长久的告白。五，舍不得花你的钱。有人说肯为女人花钱的男人才是真爱，可女人真爱你的时候却舍不得花你的钱，因为她知道你的钱也来之不易，也是拼命工作换来的，所以她心疼你，所以才舍不得花你的钱。